尊敬的伊莱娜·阿尔卡基耶夫娜校长，值此贵校建校90周年之际，我代表黑龙江大学全体师生向贵校致以热烈祝贺。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是黑龙江大学的重要合作伙伴，我校每年都会选拔优秀俄语学生到贵校学习，在莫语大的一年学习生活成为学生们美好的记忆。两校同为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院校，未来可以在上合组织大学框架下进一步扩大合作，促进发展，为中俄世代友好做出更大贡献。衷心祝愿贵校建校90周年庆典活动取得圆满成功，愿贵我两校事业蒸蒸日上，友谊长存。Мои студентки Институт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Хелунзя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, учащиеся по МГУ в МГРУ. Меня зовут Чжао Чунсин. Меня зовут Ямен Хан. Меня зовут Ду Джасин. Меня зовут Ху Ян. Москва 国立语言大学是一所享有国际声誉的学府。在留学的一年里，我们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，而且还结交了很多俄罗斯朋友。我们在莫斯科的黄金地段感受着俄罗斯的历史文化，在新城老城交汇处体验着莫斯科的过去与未来。感谢学校给我们的宝贵机会，在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做中俄友谊传播的桥梁。 God bless the visit in Helenzovskaya Universitet. Мы поздравляем МГРУ с 90-летним юбилеем.